年出来第一次给这个爷爷收获。你不听你说就评价，评价了你。我等到收获三个财神，但是我还想再收一些。不能乱掉。因为他因为就是他这边有一个苗长到拉货嘛，然后的话他这边他有点理不清嘛，然后说他慢慢一个月的，然后我坚持要给他三个财神，因为最近啊很多姐姐都很想要发财，然后多少钱我就去来帮他们找财神找财神，然后今天出来这边转一下，然后今年很难，然后姐告诉他没有开门房，然后就来这种小摊摊上面。爷爷你再帮我找一点财神嘛。我开了的，等一下我给你钱，一起给你钱，好吗？等一下，我知道的，知道的。对，这个给你开了的，刚刚藏了三个，刚刚可惜了，没有录下来。我整个人就是皱脸都乱了。慢慢来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不急。我的脑袋大不长线，老是拿货拖我的那背脊，一家一家的，那脑袋多。没事，一对一再来。啊。因为有很多的那种商家都会找他们拿货，所以说的话，今天我过来扛他的货，他的货的话要价不是很高，然后他还挺实在的，我就看见了。你先一个一个请，你说请着你说越装我站你早就行吧，你我都能乱掉了。钱给你吧。哎，对，你把钱给我站你早。你有多少岁了，爷爷？今年快七十了。七十了还没得事啊？有厉害。不是的，没有人做，我这个儿媳上着班的，我就是我儿子做的生意不要卖，没有人给他卖货。哦，你儿子是做这个的？哎，我儿子做这个，我儿媳是上班的。上班哦。啊，就是他没有人给他卖货，我给他卖的。我脑子也不好使，今天数钱也数错了。脑子都不好使。没办法，这样子。然后今天收了三个财神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他家的话都是一些种水货，然后品质都还可以。哎呀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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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最近啊。然后因为有很多姐姐都想买这种成品嘛，然后的话就出来挑货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品质都是非常高的，财神的意义是非常好的，你们懂的啊。想要发财就必须要买财神，收个三个还好，然后我还想再收几个，看看他有没有挑到货。但是他家的货真心的不贵，对的，对的啊，对的，对的，你收钱啊，你把钱收起来，然后再给我看一下其他的 ，OK， 这个袋子我要啊。好的好的，你把那个就装住吧。啊好。再开始。你再给我看一下其他的货，我对我就给你收。有，你不得光要的财神吗？光要财神。财神其他的我都给你看一下嘛。那行啊，那你看，哎呀，那你都。哎，你这里还有一个吗？这个也可以，这个卖多少钱了？不然我给你。叫的低，我觉得记不住价，我不给你价高。对，你不给我价价。你不给你觉得价高。啊，对。1000块。是1000块钱。哎，小贵啊，这个有点小。有那个小那个，很好啊。对，这个选的好，这个、这个这样嘛，这个800块钱好不好？让我一个。哎呦，不行不行。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1800给你。一个吧，爷爷，哎呦。给你。八百一个一个，请。我不能吃的。其他我怕到时候把它清掉了。啊。你摆了多久了在这里？啊。摆了多久了？摆了这么几十年了，就是这样的。八个。八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来800啊！等一下哦，对了 ，OK。有多少才能全部都收？我要记一下，回去我也不知道。八个。我看一下，没钱了。你是光要财神，你别的要不要？别的看一下，有对眼的我可以给你烧了。那你这样你看。我自己看吧，行。全部看，全部看，你要说这，你得觉得全部看。好，你都是多少钱的呢？这个3000，这个3500。这个3000，这3500。哎，对了，我都你叫的低的，就我们都是个高价的，不欢迎啊，就是不降价的，你说。你买断，只要你觉得看上，我就给你。对，买断，我现在出来是现金。这个没看呢，哎呀，我这个脑子没看，我都要走掉。没事。我看这一批种水的好看，这批种水的都是水的好。好看，我给你脚低的。这些豆子怎么卖呢？豆子和叶子，你看看多少钱？这一批。我得掏出来两袋，我一个一个来啊！一个一个来。不然我用不着。合适我就收吧，不合适我丢了，好不好？就不就这样的啊？你这。这一批的几号的？哦，144的，你看看。你说你可以，你是要什么的？爷爷70岁了还出来卖翡翠，我觉得年轻人还有什么不想努力的？哎，不到七十，69了。69啊，快70了吗？哎，快了。这个你是要哪的？这一对叶子。一对叶子，
这是一个一千，两个了一千九，这张一百块钱。挣一百块钱。我因为我不腻一个这个不腻的交价，咱们把套套两个的话，他说两个一起一千九，但是总水不灵不灵的，你们能看得出来的啊，水头也是非常好的，水汪汪的。哎呀，我觉得他的交价的话没有叫的很高，但是的话、就是，哎呦，我给你讲的都跟低了，你都跟。可以，可以看你不容易，我还没走来过来，我是准备想去那边缅甸，不管你是那边的，您听到吗？能啊，你大声把那个听到。我说我从这边过去是要去收那种缅甸人的当面。哦。收戒指，然后看你的，嗯，卖这么贵还可以。我也有点白领概念了，我也有点便宜的。也有便宜的。啊。所以说他打的价格的话不是很高，所以说你们要喜欢的话可以在我评论区啊，我们给你们看一下爷爷的货啊。货还是可以的，然后这边的话我再看一下，全部再打开来看一下啊。啊。然后看中了的话我就去批给他。啊。OK。这边葫芦呢，爷爷，这边拿的，来。对，旁边叫我把钱给。啊，好。装里面做好给他。这小葫芦好看。这一批62号。这批的话都是葫芦，嗯，对。哇，这批可以拿去做成小戒指，好看。1500，我都买1500。1500吗？全部。16颗一颗算下去90块钱一颗。爷爷，你这个嘛，这个1200给我，好不好？1200一颗的话，16颗，一颗90块钱，这样的话性价比又更高一点，好不好？那你把两批都觉得都觉得收掉吧。两批我看看是另外一批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跟你说的都是觉得喜欢的，你这样的我都砸本钱给你了。这个拿去做戒指，这一批的总水你看到没有，也是很好的，两批的话都是一样的。我给你再加点价，你都没带来。看到没有？来过你过后你。那这样吧，啊，两批的话，1200多少钱？两个是，那你就给我2200吧。哟，不行了，两批最低的都2500了，我就给你看。两件事嘛，两件事我就不砍你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他都是诈骗的话，你把枪开掉，你再把我的房子。可以的。好的，我看看这边还有没有。嗯，这种的话我看不对眼。哎，这种的话就是一颗小戒指，几十块钱一颗，也不贵啊，真的，很便宜的。好的，你把枪开掉，你这个。你们不要忘记了去我们喜欢认识的话点赞评论加关注，认识的话在这里每天都收获哟。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么好的爷爷在这里卖翡翠，居然价格不是很高。今天认识挑战了一下70岁的卖爷爷的翡翠。